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系永信啊。所以今日你睇个标题就知道败家开箱啦。OK， 今日嘅主角系呢嚿几嘢，就系、是、Silverstone 啊、Wireless Computer Power and Reset Remove Chips 啊。简单啲嚟讲就系喺呢盒嘢入边会俾你一个类似遥控器咁嘅几嘢，系嚟俾你操控你嘅机删电开电嘅。如果你问我点解咁无聊买啲咁嘅嘢嚟玩咧，我可以同你讲，就系、是、无聊先买啲咁特别嘅嘢嚟开箱啦。如果下下我都开啲人哋开紧嘅嘢，咁不如唔好开。OK， 但系以上个 controller 喺度嘅，其实呢个嘢我包屋企应该都差唔多有三个月历史或者半年噶啦，系我一直都冇去玩嘅啫。但系以上喺度啦，系一个 remote 仔，如果你话你俾小朋友攞到嘅话，系喺你用紧电脑嘅时候揿 reset 掣，我可以话俾你知系一个好严重嘅情况。嗱，就好似我哋屋企开紧门嘅嗰个 remote 咁啦，大嘅嗰个应该就系开电啦，咁细嘅肯定系 reset 啦。OK， 由于我录紧片嘅时候，我梗系冇可能删电脑再将呢个嘢插落去啦，啱冇？所以就死啦！我应该点讲咧？所以就系咁啦。依家安个电池落去先。OK， 完成。之后系会有一个 low profile 嘅铁系俾你嘅。如果你嘅壳系属于嗰啲小型嘅壳，同埋一张主要嘅卡啦，通常系 PCIe 乘一啦。同埋呢個 bridge 啊，當然氣係唔會廢除你電腦殼入面目前為止嘅拔墩嘅，因為你可以睇到，氣係會俾你再 bridge 多一次你嘅 power 同埋 reset 掣嘅，氣呢度都諗到好 OK 啊，所以我安咗之後，我會用我手機再拍多條片，再將呢條片剪下一齊 ，OK。Hey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永信啊，嚟到呢条片嘅下半部啦，呢个系我主机，我已经经意将我嗰个 remote switch 怼咗落去噶啦 ，so 个 control 就喺度啦，依家又试下所谓嘅遥控开机系点啦，就系咁啦，揿一揿个掣，就好似你开车咁啊，大致上就系咁啊，喺呢条下半段嗰度，不好意思啊，南文老狗的房是有点乱的了，多谢大家收看 ,thank you。